社团是由王德宗老师跟学校争取开设的，希望呢能够在国际标准舞间里面呢向下扎根。那小朋友学习舞蹈呢的时间非常的短，可是他们的兴致非常的高，每个礼拜呢在学校课后呢来做这样子的学习。那今天在这个场合，也希望所有现场的嘉宾给小朋友有无限的鼓励，让我们国际标准舞能够来向下扎根，一起来欣赏他们甜姐儿的表演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谢谢。请准备。